来出美娜，美娜，我总是会打美娜。对啊，到底美娜的对策是什么？中，拉开距离，不要被打，拉开距离，打选不会出场的场地，拉开距离，不要打，看他被打，选都是强的场，他距离就比你长，还拉开距离。对啊，我觉得选都，我说选不会出现场地是最好的对策。对啊，最好是森林。对啊，最好是森林这种，他跑不走的。好，索隆巴隆猛攻哦，要再背，没了。回死之前先把这个按死。糟糕，被打了！哎呀，换边了，糟糕，有点不太妙。哎呀呀，这回带出去啦！哎呀，又来一次，我靠！哎，这个要，这装死也不行。他被打那个二折，不能装死，对啊。后滚不知道行不行？对，不行，后滚不行，好，非常好，不行，那边那边，我没那边拆的，他拆你两次，等下四四 A。可是因为就算猜到了，他后面有派生，打不了什么退路了。他我睡哦，他猜人太有力了。他就算猜错，他也没什么责任。啊、玩得出去了，妖兽。哦，可以。哦，哎，还离开场，重点两场都被打出界。还有米娜没有那种打出界可以那个击到 LH 的东西，要不然更糟糕啊。好，开战了。哎，一半。好会，哎呀，变回来！我的要求，然后少十几滴，反而半条，我的小本本，哎，火力被下修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能装死，不能装死，变成对，然后换车。哎呀，我已经太糟糕了啊！正常都被打出去。对啊，可怜的周董，我说喝得很饱。周董可以自己换个场地啊，换那个没有换没有出界，换个不会出界的场地，对，换个不会出界的场地。这个是我们唯一有共识的对策。对，秃喵的规则。对啊，赶快自己换。对，赶快自己换个场地，换个不会出界的小一点。不会出场，就至少要四个康博才打得死。会出场换一次，出场一个康博就出去了。是啊，240连段跟80连段是差很大。对，他损伤大概都是有几滴左右，穿一个出场变240。对。Welcome to the stage of history retold.哎呀，庄儿在看直播。庄儿没空参加，他在剪，还剪辑他的剪辑什么影片，剪辑我连段影片。从小到大那个有没有？从小到大那种影片啊，对，先从小时候开始那个吃手指的影片开始剪。不是剪辑我忍者华丽连段，还有那种梗的影片。我要剪成后面，那是最后面。我要剪成那种，剪成那一个小时给大家看。而且他从剑魂四开始剪了，剑魂四被预那个阿和伊奇马斯出去开始剪这样子。没有，他可以从三代，你看我那种极光五连转，他可以从三代开始剪。我极光五连转开始先度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好，周董想变身，一抽，周董都觉得很脏了，糟糕了。嘿，好，这个不能动，有力。哎，好妖，哎呦啊，妖兽，真妖。周董，要想一下法子，还是冲进去打会比较好一点，好像不会了。没关系，周董就远距离挑衅他。哎呀，糟糕，那他被戳死，好吧？对，被戳死的。他冲距也很窄。哎呦喂呀！哎，哦，要求。哎呦，糟糕！哦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我用身体动。哇！更不能挑衅了，那个太远了。挑衅，太高了。那种 O 头 G 啊，完全不能。那个冲开，挑衅完冲过去被打，哎，糟糕 ！Oh my god！ 哎哎，太远！哎呀，出不去了！哎呀，糟糕，周董，太惨了！